哦，头颈痛，头颈痛，头颈痛，我看到那个有根棒棒从天上，有根棒棒从天上渗下来啊，现在在我头上先，转了两圈，像转个圆圈啊，挖个洞似的，转个圆圈以后，他就把棒棒拿开了，叫我看，在我的前面就在地下掏一个洞。掏个洞啊，掏了一个洞以后，然后，掏洞选在那位置呢？一般来说，在那个，周围有深海沟的啊，那个地方掏个洞，然后掏了一个洞以后呢，那种，那些东西就会往洞里掉啊，就是那个核物质啊。这类的就往洞里掉，掉了渡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爆炸，发生爆炸以后，外星人就知道哦，你里边已经收集到的量已经比较大了然后就把它拉起来把它运走现在用这个方法，清地下的核物质暂时用这个方法好，好，知道了好，再见再见